咁我好眼瞓嘅，哇一落斜路啊，都系成个醒晒。我谂我最难忘就系可以骑马上到火山。呢个咧就系火山啦。落马嘅时候只脚麻痹噶，太紧张啦，所以喊咗出嚟。骑马最好玩咯，辛苦好玩，又惊仲要惊。哇，老婆好惊。我想换马，好惊啊！上到几万都抵啊！我仲要搵细马。见闻会社讲唔完嘅旅游真。